在哪儿？国民党那场。对对对，这会是以德过去。那你帮他占个位置，7:35之前，我就已经把所有今天要怎么分配啊，然后谁要去什么门什么的，先分配好。因为等一下只要到立法院之后就开始打仗了。对，等一下我就会忙到不得了，开始追赶跑跳，就等一下见喽。在平日的日子里面，这样子来到立法院就是我的日常生活。好，其实看到这条线呢，它是对我人生当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线，因为呢，每天无论我在这个线以前来上班的时候，心情有多么的疲倦啊，身体很累这样子，但是只要跨过这条线，其实啊，就是一个线肾上腺素爆发的时候，因为呢，你就准备开始很有精神、很有元气的要赌今天的官员或是今天的立委了。好，我们直接进来吧。We're on a fast track, flying down the highway, making it my day, never gotta ever stay here.这也让包含在野党立委陈玉珍也认为说这是要骗小孩吗？当人民都是白痴吗？其实，在立法院的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，因为你光看我在穿梭到议场啊、委员会啊，还有我们的连线街之间，这时间噼里啪啦就突然就过了半天了。但是呢，你要说到我的生活要多彩多姿，绝对不止如此，因为呢，隔天哎，拍谁？我马上就要凌晨起来了。今天是我的休假日，我3:30就起来了。在下一波它最冷的时间会落在，然后一般可能看不到，这是最私密的地方，真的就是主播的更衣室。然后呢，今天就会看到里面有自己要穿的衣服。今天的行程是一个4小时的马拉松播报。大家早安，早上8点，欢迎持续加入中天晨报，我是阿主播李佩萱。有人来陪我了，是美莎。哎，这光好可怕哦。不是，然后你又在我旁边，我的脸就更白了。莎莎主播的一天，不知道有没有更加了解我的生活呢？或是对新闻产业有更加的理解？更希望的是，你能够知道，我们都保有当初那颗真正对新闻的初心，这个是最不会变的。好了，1周年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也在今天跟大家说一声，我要下台鞠躬喽。